新北市荣民服务处配合就业服务办理征才活动时，都会在现场设置咨询站，其中就业稳定津贴的补助希望荣民能够妥善的运用之外，对于稳定荣民的就业也很有帮助。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新北市荣民服务处配合就业服务处办理征才活动时候，都会在现场设置咨询站，其中这项有关荣民就业服务津贴的福利，您不能不知。有关就业津贴的补助，那希望大家一定要妥善运用这个就业稳定津贴的补助。你找到工作之前，你到我们这边来，不管是讯后的推荐或是推荐的补助等等啊，它有最多可以到12000。我相信对这个一个人刚出社会就业的来说啊，应该是帮助是非常大的。荣服处表示，这笔就业服务津贴希望荣民能够妥善的运用，以激励退出役官兵之后长期就业为目的。那希望大家稳定就业3个月之后，能够拿到这个1年期的就业津贴补助，稳定在这个工作上，同时家计也顾到了。有关任何有关退出役官兵的福利措施，都可以到我们荣服来洽询，我们很热诚的为您服务。荣民也很感谢荣服处能够在第一时间的协助，教导他们如何进入职场，再找到人生事业的第二春。我们荣民服务处里面有跟新北市政府媒就业媒合，让我们啊多一份啊寻找我们上班或是就业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使我们啊心中有一种啊感激荣服处啊对于退伍官兵们的一些照顾服务。此外，有关推介就业稳定津贴想申请的事项，荣服处欢迎来电洽询，帮助退出役官兵都能够成功就业。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